哔哩哔哩，好久没挖肉条了啊！这个第一胎300多条都卖完了，粉丝贼给力，基本挂上就没。这二胎又来了，还挖啊！这是精神病的公，精神病的二胎。二胎我配了一条血显圈的公，然后他这个后代就是有血白、有血圈、有血显、有血显圈。那这条血显圈是挺好看的。挺大，能有多大？还行，7.几。那是血圈儿吧？这俩都是血圈儿。还行，这不，这换个爸爸以后脾气都挺好啊。目前还没碰着机关枪。好像有不少都钻土里了。不少都钻土里了。线圈出了不少啊。这底好几条呢。这是血线，这大，这多少克？这8克的。这线圈，连纹圈，连纹圈。还有，还脑袋的，还有没了？还有，在这儿，还有2条呢，底下。哎，出了好多显圈儿的，这我，这露个脑袋，这是线圈儿，好多线圈儿啊，这我，得有6、7条，7、8条。这回应该是没了。应该是没了。单独比了。好，我不整了啊。然后。我这第三个成体柜的盒都回来了，今晚一会儿板子也回来，我看看有空我就直播把这个柜子拼了啊。好了，挖肉条到这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